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美容编辑瑞珍。想知道最令大家困扰夏季底妆问题是什么吗？问我这个超级油性肌就对了。每到夏天，我最害怕的就是上妆不到十分钟就出油脱妆，让我瞬间从上完妆20岁的花样少女变成饱受风霜的40岁少妇。每次早上上班，汗水就彻底摧毁我的妆容，怎么补都不对。有时候我都觉得，甚至不要上妆，素颜还比较美。这样的挫折感，大家也有吗？经过我多年寻觅，今天我要推荐大家一款魅比明新品透白沉浸长效 UV 粉饼，它可以帮助你净白持妆一整天。口说无凭，数字会说话。接下来赶紧来看看我做的血淋淋粉饼大比拼。第一个要做的测试当然就是喷水测试。现在桌面上有两款粉饼，左边这一款是传统粉饼，右边这个则是魅比零的透白沉浸长效 UV 粉饼。现在我们直接喷水在粉饼上试试看咯。我们先喷传统粉饼，接下来再换魅比零的透白沉浸长效 UV 粉饼。你可以明显看到传统粉饼水会积在粉饼上，魅比零的则能够迅速将水吸干。测试在粉饼上还不够，接下来的第二个测试就直接试在我的脸上。夏季闷热的早晨，常常都会满头大汗，现在我的左脸擦上传统粉饼，右脸则是透白沉浸长效 UV 粉饼。我们用温水模拟汗水喷在我的脸上，是不是很像夏天满头大汗的感觉？然后我再用面纸擦拭一下，真的很神奇，就是不脱妆。上妆最怕出油了，接下来我们要做的第三个测试就是出油测试。首先我们在手背上抹上一层薄薄的婴儿油，然后把它推开，之后再铺上一层粉饼。最后残酷的来了，我们用吸油面纸来压一下，你可以明显看到传统粉饼还是油光满面，可是透白沉浸长效 UV 粉饼就是可以迅速恢复清爽。经过三个残酷的实验之后，魅比零的新品透白沉浸长效 UV 粉饼彻底胜出。除了我的推荐之外，相信大家也看到了它的实际实验效果。到底你的夏日底妆最佳选择是什么呢？就是它了准没错。